不仅仅是帮助你们企业进行产品销售、服务销售这样一个标识，它是能够让企业长久发展、度过危机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。有请绿药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恩德。我想先请你们从中国最传统的元素，你们是如何来看待国际化这一条路？在香港主要是有几方面我们主要去做。第一就是品牌的推广啊，推广是其中一部分，最重要是找大学去研究，两方面加起来我们才可以在香港做到这个领导的地位。实际上，绿药堂是拿自己更多的投资在科技发展，跟各个大学、各个研究机构去研发最新的产品。他们把很多中药的东西真真正正制成了非常方便服用的片剂。这样的话呢，中医药它就有了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准化的东西。